朋友，大家好，我们航特部飞训部哈，今天上午我们在早上十点的时候，我们一个训练飞机叫 TH6 拐的直升机，在早上十点左右，因为飞行训练，我们在执行这个后退飞行的一个科目的时候，然后我们编号212号机，不慎的碰撞到停在地面的飞机是208的飞机，我们造成我们直升机的桅圈有受到损毁，然后我们人员都均平安。有关于这个确切的一个飞行的造案的原因，我们现在由专案小组在编组在做调查当中。至于说其他的部分，我们还是再重申说，我们人员都平安，并没有说我们这个飞行到我们基地的外面，都只是在我们基地里面做一个基本的一个飞行的科目。好，那